个 Maybelline 他们新推出的新色，这是他们家的好气色 CC 渐层唇膏，我每次都会有点忘记名字。这次的包装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可爱的，他们就是直接把那个渐层的颜色做在包装外面，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什么颜色的渐层。那他们这次新推出几个颜色，有别于他们上一代第一次推出的好像是七个颜色，这一次新的五个颜色呢，都是走一种比较撞色的感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有黄色的撞色啊，白色的啊，跟黑色都是非常特别的撞色。这一些的渐层唇膏呢，都是属于比较滋润啊、保湿的款式，所以他们也可以有点充当护唇膏的感觉，所以他们的显色度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你如果是唇色特别深的女生的话，恐怕就是要挑色，要不然在你的嘴唇上可能就只会有一种护唇膏亮亮的感觉而已。渐层唇膏他们刚推出的时候其实没有抱太大的兴趣，但是因为最近呢，我想要拍一个唇膏单元，我就跟 Tiffany， 你们都知道 Tiffany， 我会把她链接放在这边，你们都知道她，我跟她借了她的 CC 唇膏来玩，然后我想说趁这个机会刚好我就可以来分享我的心得跟试色。对啊，所以特别感谢 Tiffany。 我认为最特别的颜色是这个，这个是他们家 SC001， 也就是他们的黄色撞色款。你们看到它细的一边这边是亮黄色的，这款那时候是我最感兴趣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它涂在嘴唇上可能看得到微微的一点点黄色，可是我觉得没有让我觉得说很跳。如果它的黄色稍微显色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唇膏会更有趣，因为它的黄色没有那么的显色，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每天涂也不会觉得很奇怪的颜色啊，上班上学都是很 OK 的。再来这一支呢，是我觉得好像卖最好的，因为我跑了两家我才找到这个颜色。这支是 SWH01， 也就是它的白色撞色款，所以你看得到它这个细的这一边是白色的。那这一款呢，我觉得它的白色涂在嘴唇上就是护唇膏而已，我觉得白色涂起来真的好无感哦。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推荐 WH01， 这次推出撞色的还包括黑色的，这个很酷耶，它就是黑色的撞色，在管子里看就觉得说哇，这个一定超级酷，涂在嘴唇上已经超帅气的。因为我不太介意驾驭比较深的唇色，所以我那时候还蛮期待使用这一款的。但是呢，我觉得它这次的撞色让人家蛮失望的地方就是它的撞色涂出来就是护唇膏，黑黑的根本就涂在嘴唇上就是有一点半透明半透明的感觉，除非你可能上很多很多层才看到有一点微紫的感觉。这三个比较特别的撞色的颜色，也就是他们这次主打比较凶的，我觉得涂在嘴唇上并没有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那剩下这两个颜色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是 SOR01，它呢是一个蛮中规中矩的，就是红、橘色跟粉红色的一个渐层，这个涂在嘴唇上是非常的显色，所以你如果唇色稍微深一点的话，你可以先去试试这个颜色。比较可惜的是它的咬唇的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它的红色跟橘色跟粉红色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相近。这支我是觉得也是蛮漂亮的，也是这系列好像唯一比较橘的颜色。那再来是五色里面我最喜欢的，这支是 SPK01， 那它是一个深红色，有点像是樱桃红到芭比粉红的一个渐层色，这个是我觉得涂在嘴唇上是最有感的渐层唇膏，然后也是我现在涂在嘴唇上的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它更好看是当它整个涂开来的时候，之后超级美丽的，是一种很漂亮的樱桃红的颜色。很快的总结一下，就是这几个颜色我觉得最显色的就是 SPK01 SOR01， 然后比较我觉得不显色反而是他们的特殊撞色款。那我到底觉得需不需要手刀出去买呢？我个人是觉得可以不用特别手刀出去买，我觉得你在家里拿你现有的唇膏啊，也是可以达到就是渐层的效果。我觉得这几个渐层并没有让我觉得说特别到需要特别为了它跑出去买这几个颜色，所以呢，这就是我很快对这几个 CC 轻唇膏的 review。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在下面帮我按一个大拇指。照惯例，我的 Instagram 在这边，我有 Instagram， 然后我有 Facebook， 所以欢迎你们 follow 这两个平台。每个礼拜天8点在我的频道 Sylvia 等你会 po 一支新的影片。最近啊，希望可以多多推出礼拜三的影片，所以每个礼拜天我固定一定会上，然后礼拜三我会不定时的上一支新的影片。好，如果想要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抚摸旁边这颗小球，这边好了。
放一个小球在这边，可以抚摸这个小球，你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把我上一个上传的影片放在这边，然后推荐给你的影片我放在这下面。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